即十块有够农民的成本无？批发价十块有够农民的成本无？批发价十块有够农民的成本无？啊，无嘛对无？那比较即卖计无嘛对无？不符成本，不符成本，你乃讲果农效啦？诶，果农效是你讲六月份，果农气效。六月份，你有头啊？你看，你去大行的，你看卖啊？六月份。所有水果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，你看香蕉，他咧咧证明明说香蕉，然后你看到红的，啊刷到，甲刷到，阮才咧讲啊，拜托的，啊，唔通阁讲计少遐低，哦啊，农民伊就感觉真难咯，唔信哦，咱大家用来选择看卖。陈主委，我真的给你个良心的建议啊！今天马总统哈，公示这个有啊。陈主委，我跟你讲哈，我给你个良心的建议啊。今天马总统之所以讲那句话会引起全国轩然大波哦，不是因为全台湾都是蕉农啊，而是觉得马政府处理这个事情竟然把责任推说他不知道。那你做一个农委会主委，你应该出来讲说你要怎么解决这问题。可是你的解决方法是去骂民进党他们是政客。我觉得作为一个主委，农委会主委，农民都在看你怎么做。结果我真的很同意前面讲，你都在讲政治操作的话，我觉得这不是台湾农民的幸福啊！台湾农民如果看你这样操作，主委你这样扣音进来，明天香蕉价格会涨吗？不会嘛。所以你要讲是怎么解决问题，不是去骂别人扭曲，骂别人政客嘛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好啦，人立法委员是来给你监督的，你竟然骂立法委员政客，你这种官员安尼敢对？然后你还官员敢对？你是来你这个干哪吼？你一个立法跟行政吼，国会的态度，你对国会的态度你就唔对啊！你怎么可以骂立法院监督你、提醒你、建议你？你竟然说他是政客？这种的官员安尼敢对？我吼，我嘛曾经你是中华人，你是中华人，讲到像我是闽南人，食饱讲也袂啦。老需要我今下来说明，啊，甲回讲无需要啊，我无要讲这节目啊。所以，我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哦，你头在讲你有承认这蕉所谓香蕉已经滞销嘛？吼，第二个价钱较低，第价钱较低嘛？吼啊。介绍较低就是因为足多卖不出去，介绍唔才会低嘛，对不对？你若好卖就卖，卖介绍卖低啊嘛。夏天哦，夏天你个看。啊，这我知你免阁解释。夏天，所以我请问一下吼，即马介绍才低，这问题你无想要解决？啊，你即马咧介绍讲是有人讲是两块啊三块，啊，这较重要，还是讲这今朝卖介绍低较重要？哦，当然咯，当然咱有想尽办法啦。啊，你想尽办法，你这我打电话，你会回讲有人讲两块，啊，有人讲三块。你个火车，咱即摆是要问你，啊，你即摆问题你要怎解决？啊，总统甲你打电话，甲你讲，叫你要启动机制，伊是咧总统打电话是头个派，要叫你启动机制，叫你讲较好，总统那就要启动机制。伊是讲启动机制，伊是讲吼，后边建立一个机制。啊，你无啊，你无，你没有都没有跟总统通报，之前都没有这种机制通报机制。启动机制叫伊打电话，叫启动机制啊，无其他的存在，唔启动机制啦。问题人。月二二啊，阮就启动外销来补助，吼，大家来外销。啊，六月二三开始，国金一直就通知因来采购，那也无。跟你讲过，唔来做这，唔才对。哦，所以唔是讲阮坐遐咧困啊。好，迄个主委，安尼啦吼，那啊，容我这个请教你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这边军公教，你嘛是公务员嘛吼，这边军公教你加薪偌济钱？哎，啊，这边军公教你加薪偌济钱？加薪3%。3%偌济？你讲总数吓？哎，对，总数我唔知哎。你唔知啊？你一个月偌济钱？主持人是问你讲，你一个月增加偌济啦？注意，我吓，哎呀，我一个月迄个另外薪水啊？对，薪水可能十外万啦，差不多唔知十八万左右，十八万啊！加3%是偌济钱？5000多。加3%是偌济钱？加3%，你来18万，那你3%应该加4000-5000块嘛，吼？5400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嗯。诸位，5000几块啦，吼。对。我是今麦是其实要是甲你请教，你的心目中有农民？也是啊。英民，你是公务员，你一个月加5000几？英民今麦加600，七月初开始。你是农委会主委，你的心目中拢总是农民尔。你到去甲农民讲，总统，英民吼爱照顾，物价起价，因拢加600。我公务人员，咱嘛爱照顾，物价起，我嘛加5000外。
农民你嘛加加一个，你敢有敢那个讲？因为我甲你报告吼，咱即马伫我收港的计数吼，加3块吼，啊，这就是考虑着讲这个这个成本的增加，啊，甲未来可能国际物价搁起的时阵，咱留一个卡路，啊，吼成本来入咱的计数。所以你无呢？你无甲总统讲呢？啊？你无甲总统讲，农民都爱老农津贴都爱增加呢？我这个。对啊，保证介绍加增加3块，这拢嘛是拢嘛是决策的，奈无现在。啊，台湾的农民敢那做报纸话尔吗？啊，台湾的农民敢那报纸话尔吗？哎，唔是即马吼，你爱用什么款的管道来照顾农民？嗯，啊，每一种每个作物无同款啊。老农津贴是上个直接的管道啊。啊，老农津贴是最直接的管道啊。啊，老农津贴讲过提高，啊，这大家拢在讨论啊。唔可能做讨论。什么说讨论？公务人员，你都你家己都加5000几啊！你无要甲照顾农民？啊，这吼、喔，我当然是照顾农民啊！我这个、这个，咱无论讲是切啊价也好，还是讲其他哦，咱你讲外销大陆，大家讲啊，今朝当然外销无真侪，咱也无咧靠讲大陆一定讲啊外销今朝啊才来解决咱的代志，但是。你知影？咱个主委，主委，主委啊，主委啊，主委，拜托你给我听我讲一句话啦。哦，军工搞加3%，落英明加600，你知影基本工资给偌济无？对，基本工资嘛调3%呢。哎，就是劳工的基本工资嘛调3%呢。农民是最超前，是你你你你你你服务农民呢？你拢无要敢替人争取呢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我都人做的，参照讲这个，你我拄仔讲的，车价较早都起是起2块尔。你开讲嘛讲车价，这边就是起3块啊。对，啊那菜农呢？这个在外销嘛，增加。哦，啊，甲你讲甲大陆有效无有啊？咱的贸易逆差较早是。好啦好啦，主委都下力了哈，谢谢了。我的话当然了，你也大概是觉得不好听了。不过真的要直接的照顾，我是感觉讲爱直接啦。好，你家己做农委会主委，你做部长，一个月敢那加得加5000外，英民嘛加600，好，基本工资，即马老委会讲嘛要调3%，农民是啥物人咧甲照顾？你家己做农委会主委，你敢有甲总统讲，安尼我系农民，我嘛爱来加，啊无因生活过袂落，你敢有安尼讲一句啊？等一下回来啊，我们继续讨论，来先。